未组过 CP 却自然成 CP 的鬼白 CP。 那我是狗狗吴英杰。哦，我是白白。听说你们帮我们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什么？破破。在你眼中有多么笨拙的我，绝不放弃追逐你的执着，只要你能再多些回应我一个笑或点头，全接受。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？他手机叫声了。先说出你所有感觉，让我听见，别再紧紧。是怎么回事？是我到现场看到。现在由我来保护咱们的鬼侧妃。手机，我的手机，给我。白小溪，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爱鬼队一？爱什么？鬼队一？没有。你爱我？没有。你为什么不说？我为什么要说？你要勇敢的说出来，你爱我啊。心你不懂，我会努力让你感动。我是智商233的少女。我是智商250的少男。我的白白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的房间。我们一起转圈圈好不好？对你的心才是真的，拜拜。按摩呗，但你手很冰。但我的心是火热的。来画个心。那你心里有我吗？有，我有。看我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？我有我心爱的鬼了。你害我以为你潜规则。拜拜呢？啊，怎么着？他还有我呢，他怎么能穷呢？我都吃他用他的。我们没有鼓掌，我们是很纯的爱，是爱人哎。你是不是只跟我么么哒？我不。不要问这么害羞的问题好吗？就遇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男人就会这样。芒果 TV 4月14日周午12点，明星大侦探收官派对，邀您狂欢。